Daniel。两年前，我还在伦敦，梦想会在欧洲度过下半辈子，却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，打乱我所有的规划。直到认识你，我才发现，其实这一切才是最完美的人生安排。我们有着很相似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，却有着很不同的兴趣和喜好。你很好动，我很慢活，曾经以为这会是我们怎么样也跨不过的坎，结果却因此发觉了我异于常人的爬山天赋，还有你被埋藏已久的拍照天分。还记得第一次跟你见面时，只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，即使没有在一起也没有关系，至少听一下台大财经毕业的你推荐哪几档股票也不赖。虽然最后也没有听你说要 all in 台积电还是货柜三雄，但是我找到了值得我投资下半辈子的对象，那就是你。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确定，但我现在发现，当每个平凡的日常都觉得过不腻，每件大事小事都能和彼此取得共识的时候，想一起生活的心情好像就是如此的自然简单。没有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时机点了，而此刻的你正是我最想珍惜的人。能跟你一起度过下半辈子的我真的非常幸福，谢谢你。好冷，老婆我爱你。然后他就会说，哦，他在咖啡厅。自从他就是遇到 Daniel 之后呢，就是变得非常的 outdoor。这一两年来比较找不到这位 lady， 因为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找他，他就说可能要爬山啊，或者是爬山涉水等等的。然后而且他把我们的形象讲得好像我们是一群宅男的样子，因为我们每次，就他的说法是，我们都只会打桌游，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。每次上学的时候。然后每次要到中餐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会说，哎，小智，我们去吃饭了。然后他就会说，哦，我刚刚有吃饭，我喝了这个一杯养乐多之类的，就是反正他食量真的是非常的小，他每天的便当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午餐盒而已。然后，而且每天的吃的东西都一样，我觉得超强，就每天都是就是老公然后帮他准备的，就是爱心便当、wow. 水煮鸡胸肉、水煮红萝卜跟水煮金针菇。那也期许就是这对年轻的这个伴侣，
也可以持续带着我们这群这个迈入三十几岁的这个朋友，对，可以继续这个活泼的这个活下这个这份。